游戏，看谁后台有实力，混的好坏全看关系，官做的大小全看亲戚。后台硬的能作弊，后台软的整不好得枪毙。有的人不费劲，他能挣好几亿；有的人一学他，最后蹲了监狱。历史到今天都是《西游记》，孙悟空再厉害，他也不能打玉帝。这个社会呀，我是越看越来气，上个网还他妈得翻墙看 YouTube，最后我实在顶不住了，我真心看不下去。于是乎，我来到了资本主义。到了资本主义，也他妈差不多。就算你到了美帝，没后台，你活得也不如意。高富帅是豪宅、兰博基尼、配宾利、二奶、小三儿加小蜜，好几套房子，好几亩地，一身乔治阿玛尼。然后相中哪个女的，就送人家 Chanel、Prada 和 Gucci。那屌丝是啥呀？屌丝，屌丝是家庭旅馆7、8个人一个屋住，餐厅按摩卖苦力。白干他妈好几个月，才能把护臂电脑日本片子下好几十个 G，干他妈一天活赚不着钱，还惹他妈一肚子气。他妈不如不出国呢，真的，这一出国呀，这心里更憋屈。所以说呀，自认为呀没后台有实力的人，上他妈哪都一回事，真的。